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股坛思健》，我是主持梁君宇，在我身边有施永青先生和施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浩德嘅。上星期咧，我哋就星期五咧系录影啦，咁今日因为假期关系咧，就星期三录影。咁但系都不得不赞一赞施生咧，就系、是、施生系上次就力排众议，喺恒大出现一啲即系价格波动嘅时候，你认为咧基本上系唔会令即系唔会可能咧恒大系会爆煲嘅。咁啊，事实上翻嚟星期一咧，已经好快咧股价就上升翻啦。咁最新嘅消息咧系战略股东咧，甚至乎将普通即系佢嘅股份咧系变成普通股咧，就唔需要咧系再急于咧系 A 股套现。咁施生你点样睇呢件事？会唔会？是即是政策方面是真的会对内房有利呢？不是政策对内房有利，我当时主要说恒大本身的业务，指房地产开发那边的业务，他手上是有足够的盘口在未来的时间卖出去收回钱去还债嘛，即这个是公司那個債券有沒有價值，就是他有沒有錢還而已，他是借得多，但他手上的樓盤又多，而內地這段時間的銷售情況也都好，他我看不到他會即突然間賣不出樓，或者價錢跌很多令到他還不出嘛。所以我認為一個咧，佢本身是還到錢的，所以我認為不會爆啦嚇。另外，如果一間公司本身是有一定的實力的，即係佢嘅債權人不會話因一時的唔好話謠言啦，或者起碼市場的情緒出現問題的時候就由得佢死噶嘛。不值得救的公司當然沒有人救他啦，他救他一時都救不到他一世的，那麼唯有等他爆煲啦。但是這間公司我認為味道沒得做，因為我們有代理的，這個不是利益問題，我代理樓盤不多的，但因為在行業都會接觸到他們賣緊樓的情況，知道他基本上是建設的進度啊，賣樓嗰個情況啊，都是正常的，不是話即係會賣不出樓，樓價會跌，令到佢冇辦法還債。咁所以我認為爆煲的機會少咯。如果其他的債權人呢一刻你去踩佢一腳，踩死咗佢，可能真的收不翻錢喎。咁你不如救他，等他遲些還給你，現在債權人表現出足夠的信心將債轉股的，轉了股他對間公司來說呢，他就沒有需要再去還債了，因為已經變了股份了嘛。另一方面亦都顯示債權人是願意遲些收回這些利益，到他的公司派息啊那時候才收回，亦都看到，我們就在外面看而已，啲重要的債權人借得那麼多錢，他當然對間公司認識的情況會好過我們啦。咁先生，譬如雖然話個危機係暫時解決咗啦，但係似乎咧，即係內房減債咧，或者係未來都要瘦身咧，都是一個必定嘅方向咧。你認為會唔會咁樣係令到內地有機會賣樓係減價咧？政府的角度呢，就是當然不想他們的資產負債的比例去到那麼高的，去到越高社會一樣是沒有一定的風險的，所以去供剛呢是大陸推了很久的做法的了，之前就推動樓市，同埋喺二三線嘅樓市都好多幫嗰啲發展商咧去咗部分供光嘅啦。嚇咁我自己認為即係政府係想去供光，企業咧佢就覺得我想佢借多啲錢對佢有著數啊嘛，
佢借啲好使好用嘅錢翻嚟，而家去買資產，資產跟住升值，佢賺咗就還翻啲已經貶值嘅錢俾債權人。佢係用緊呢套模式去賺多啲錢，去擴大公司。呢個係企業想行嘅路，政府唔想佢行，因為佢驚佢造成嗰個風險咧，替成個社會都帶嚟傷害啊嘛。咁所以政府除非出更強烈嘅措施啊，去制止佢哋用槓桿用到呢個水平，其實已經出咗噶啦嚇。呢次事件都係因為政府話某啲位你唔俾再過。啊！佢驚佢因此而借唔到短債啊，去解決，即係或者嗰啲債到期，佢冇辦法靠債去解決啊嘛。咁而家我話即使借唔到新債，佢都可以靠佢賣樓嘅收益去解決咯。好得你點樣睇咧？譬如呢件事咧，即係似乎係側面反映咗一個比較大嘅內房風險咧，係暫時解除啦。咁我知道好多內房嘅股價或者係估值都其實偏低嘅。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而重新檢視整個內房板塊係值得投資呢？我哋見到其實即係頭先阿先生都講啦，即係喺內房地產咧喺大陸嘅其實真係好睇即係中央嘅政策啦。咁今年你見到其實即係個暫時個交投量又唔係話好差，不過你見到譬如即使喺第一二季咧，即係個內地經濟比較差嘅時間咧，其實即係中央都係勒得比較緊嘅，即係對於個內房咁可能個成交量就即係當然就冇太大影響，但係個價錢我諗即係嚟緊都未必容易俾佢升。亦都要留意一下，就係以過往嗰個一手樓嘅量，其實就當然即係比較高速增長，嚟緊又可能有啲即係比較即係正常化一啲咯。咁當然我覺得即係可能當然你成由於整個債務同埋牽涉整個民間財富個內房就唔可以話大規模咁下調得太犀利。不過你話如果從一個股東嘅角度咧，而家依個市我諗咗嗰個睇都唔容易睇得太清楚，亦都唔容易太樂觀啦。內房本身，因為尤其是過往嗰個即係發展模式啦，其實我諗嚟緊幾年個變化都會大嘅。我自己睇咧，政府一定唔想樓價上升嘅，嚇但係佢亦都唔想樓價下跌噶嘛，因為而家全世界嘅政府所做嘅嘢最重要嘅一環就係防止通縮啊嘛。你聯儲局 QE 都係防止通縮嘅啫，啊咁你買佢哋買嗰啲按揭證券，目的都係俾啲房，譬如美國俾買咗房地美、房地美嗰啲按揭證券嘛，佢哋又有錢再借俾人買樓咯，都係需要維持嗰個資產市場個價格唔好隨便蒸發嘅，呢個係嚟緊大陸都會做嘅事，所以唔升。但亦都唔會大跌咯，價格平穩走勢啦。但我知道其實浩德咧，私基金你有一隻股票其實同內房係有關咧，近來係升得非常之犀利嘅，就是、我哋之前幾集咧都曾經提過嘅貝殼啦。咁你會唔會有啲咩新嘅品評關於呢間公司？點解開即係上市以嚟，可能短短個零月裏面係升咗超過一倍咧？係啊，當然啦，大家有看我哋節目都見到，其實我哋 都對呢個貝殼炒房呢、這個房地產中介，因為就中原本身喺國內都好好有呢個咁嘅即係營運嘅基礎，所以我哋即係個興趣比較大啲啦。咁事實上佢個股價表現係非常之犀利，而家最新應該個市值去到成700多億㗎啦。咁啊，咁你見到其實即係當然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好似內房開發商咧，其實而家嗰個資本市場咧，其實就即係睇個睇法咧就比較一般嘅，一都兩極啲啦。有啲人覺得佢大到不能倒，但係有啲人都覺得佢可能個增長容易增長嘅年代已經過去咗。反而咧，即係房地產中介，大家覺得嗰個空間咧就發揮得比較大啲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大家對於嗰個好多嘅行業都係所謂平台化啦。咁即係而似乎貝殼炒房就而家就食正呢個機遇咯。咁當然我哋上集講過之後咧，其實都有個幾得意嘅發展嘅。所以反而我想問翻阿施生、阿施老闆、就係、是、上個月應該九月。16號，即係啱啱今個月中咧，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就貝殼找房，佢當然就背後有其中一個好重要，大家認識投資者就係騰訊啦。咁另一邊商咧，今個月咧就阿里巴巴亦都話咧，想希望咧進軍呢、這個房地產中介嘅。咁啊當日咧，其實對相關嘅股價嘅波動都大嘅。咁當然咧，佢哋就似乎係後起一啲，不過可能對成個行業嘅發展個影響，應該點樣判斷啊，先生？
即係貝殼初初你問我好唔好嘅時候，我都睇好呢只股票嘅。本來大家同行，同行如敵國啊，從競爭嘅角度咧，梗係唔想佢好啦。但我個人都係實話實説嘅，即係我其實如果有睇我寫嘢、聽我節目，我呢間公司我係好多年之前已經話威脅啊，即係成個內地嘅房地產中介市場啊，我哋曾經喺內地都做過一哥㗎嘛嚇，即係佢即係大概五年前開始發圍嘅時候，我哋即刻受到好大嘅壓力嘅啊，咁所以佢唔係一間虛嘅公司嚇，即係之前有啲公司又話O to O 啊，即係 online to offline 啊，就喺線上落嚟，線下嘅又有，線下上去嘅有，好多都係一個概念嚇。咁但佢咧係實際做到生意噶嘛，佢有一定嘅規模嚇，佢喺前應該三年前開始咧，佢發覺原本佢係鏈家啊嘛，佢係直營店去做嘅，但係呢一行嘅成本太大啦，即係我哋呢行又要租好多鋪啊，譬如佢喺上海啊、北京一個城市都過千間鋪嘅，咁啊要租好多鋪，要請人啊，請幾萬人啊，而家應該十幾廿萬人㗎啦。啊，咁個成本係好大嘅，咁所以佢放棄咗直營店嘅做法，就搭建一個平台，等其他細行家咧去利用呢個平台去發揮效用。所以一個平台就係其實簡單講咧係一個盤源共享系統。個盤源共享系統咧令到整個行業在發掘盤口、爭取委託方面付出的代價就少了了。原本你是做中介，我是做中介，你又打電話給浩德叫他放盤，我又打電話給浩德叫他放盤，那幾一個城市幾千間都在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浩德得一個盤嘅啫嘛，嚇咁佢如果一個做咗放咗出嚟，其他嗰啲咪唔使再做咯。即係佢係譬如中原以前做得好咧，係因為中原喺公司內部有個盤源共享系統，佢係做咗成個中國一個盤源系統，咁咧就變咗係好多重複嘅工作係。可以慳翻，呢個已經產生咗一個 value 啊，產生一個價值喺度，你節省咗成個社會嘅去攞盤嘅成本啊嘛。咁呢同埋佢係應用 IT 技術啊，佢喺宣傳策略啊各方面，其實都係已經證明佢有好強嘅滲透能力、擴展能力。某種程度佢已經係喺唔算 winner takes all 都係已經成為喺市場起住主導作用㗎啦嚇，某種程度亦都叫做壟斷咗中國嘅二手市場啊！佢有咗呢個平台之後咧，佢可以喺平台上即係可以設想可以做其他嘢啊，做金融啊，做裝修啊、家私服務啊，咁佢變咗潛藏住一啲其他嘅價值。這個咧就令到佢嘅上市之後咧嘅股價上升，但上市之後股價上升係咪反映佢呢幾個禮拜入邊？佢嘅盈利能力大增咧，其實唔係嘅，即係佢上市之前呢啲嘢已經做好咗，只不過係一個價值發現嘅過程。亦都如果某種程度，亦都可以係一個價值嘅誤會嘅過程。佢係值嘅，係相對其他你頭先講嗰啲好似阿里巴巴同易居都有合作。嗰個程度就唔同。我相信。貝殼啊，嗰啲騰訊係都投咗好多嘅，但係
貝殼是一間已經在全國主要城市，包括二線、三線的城市，都已經是建立基礎的，有一定影響力的平台。而易居和阿里巴巴的合作呢還是開始，易居主要做一手樓，一手呢其實在內地他們叫增量房的市場已經差不多見頂了，即是中國起新樓已經不用起那麼多了，跟人口啊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來講都已經足夠了。但二手樓呢就隨著一手越來越多，人口越來越即是買到樓的人越來越多，它中間的交換一定會增加的，所以二手市場的前景呢，即是大家做房地產交易服務，二手市場的前景呢就好過一手的。所以為什麼易居和阿里巴巴的合作呢，那個聲勢沒有貝殼那麼大，就是這個原因啦。另外易居本身在一手市場它也未曾去到壟斷性的，它在某些城市做得好，但不是所有城市做得好，還有它以即是貝殼做得好靠 IT 啊，靠那個策略啊、部署啊。易居在一手市場它做得好的一個原因呢，是它將自己的股份啊賣了給很多發展商咯，大部分發展商都有利益在這裡，他打算跟發展商維威威，我賺錢即是你賺錢，你就放款給我咯，但是這個不是一個代表競爭能力的東西，只是一個利益的分享的問題嘛。所以為什麼那邊聲勢大一點，這邊聲勢沒有那麼大呢，就是大家做法又不同咯。這個真的很重要，大家這麼透徹分析貝殼和易居的競爭優勢，即是可能是股壇思見先有的。好多我都問一問你，剛剛過去了的即上午叫做香港時間，就美國第一次的總統辯論，你看完之後有什麼感覺，會不會影響了你的可能美股或者港股的部署呢？其實今天大家都很拭目以待，就今天香港時間早上九點零十點就開始做，但是其實我想整個過程其實大家都是可能是好像當看電視劇一樣，就是看看77歲的拜登還有沒有精力去應對特朗普那麼尖酸 的演說技巧。但是反而我想看回就是其實那個我沒有看到，用不用站在那裡的，是企到的，他們兩個左右腳軟，兩個都年紀不小了，加上成150多歲但反而看回其實就是即時都媒體都有很多調查出來，似乎大家就好像比分就比拜登高一點，是嗎？是啊，即那個民調就拉高了一點。我以為特朗普贏硬佢咁滯嘅，特朗普進取啲。咁第二個就係可能對於電視上高嘅觀眾嘅觀感咯，咁但係記得字嘅，即係你自己係即係喺香港睇曬成場，因為點啊？哦，係可以睇喺而家 YouTube 直播好方便。YouTube 直播係啊，都好方便。咁但係記得亦個市場反應就係佢預備開始嘅時咧，其實個市場整體排我睇翻啲美期咧，美國期貨其實向上升嘅，不過咧到一完咗咧就跌翻落嚟。不過我覺得即係點解咧？當然可能有些人就覺得可能啲人覺得怕拜登好像攞分高一點，之前大家其實而家市場上高有個咁樣嘅所謂主流嘅諗法咧，就覺得咧拜登上場咧可能對個股市咧係不利嘅，對特朗普咧就係有利嘅，即係呢個係都幾多媒體評論都咁樣講。不過我自己睇法就其實都不能作準嘅，因為我睇翻上一次喺2016年嘅時間咧，如果當日咧特朗普咧就被視為如果上場咧，對個股市咧就麻麻地嘅，咁結果咧，特朗普上一場咧，唔單止依幾年好啦，其實當個月咧，其實個股市反應都幾唔錯嘅，咁所以咁短線你見到即係你話嗰個做一個辯論底下個市場即時嘅反應咧，其實有時都唔容易去掌握嘅，我覺得。咁先生咧，譬如無論係可能個總統辯論啦，還是大事咧，之前其實你提到咧，我就冇睇啊，因為我翻工做嘢啊嘛，冇開到 YouTube 但唔緊要，但個大事之前先生你提過要
保守啲啦，咁啊真係個波動比較大啲啦。會唔會呢段時間都跌咗落嚟啦？你有冇啲其他睇法係對大市嘅唔同咧？我自己之前認為咧就特朗普一向都係將股市上升睇成佢嘅政績之一嘅。咁喺選舉未有明顯結果之前咧，佢會想辦法令股市即係繼續表現出相對好嘅，證明喺佢管治下政績係有嘅。咁至於即係我之前其實講咧，就大選前就應該仲會好嘅嚇，大選後咧特朗普使喺股市嘅力會少啲嚇，咁但係係咪一定唔好咧？我認為嗱，即係而家好多人話咧，就特朗普上台就對中國可能不利嚇。我認為咧，就特朗普為咗競選咧，一定要表現出佢有極大嘅勇氣去面對中國嘅挑戰啊！嚇，又會使盡一切方法嚇去打擊中國啊！咁呢啲咧，佢所以喺大選期間咧就鬧中國、制約中國嘅手段咧，就會層出不窮嘅。佢就攻擊拜登呢方面軟弱，所以佢一定要表現呢方面嘅強硬。但係選舉出嚟啦，而佢又贏咗嘅話咧，佢就唔需要繼續咁做，因為做呢樣嘢係目的為咗攞選票嘛。咁選票攞到之後咧，佢會著重佢餘下嗰四年嘅任期點樣去管得有成效啲嚇。咁可能之前做嘅嘢咧係做俾選民睇嘅，到正式上任嘅時候咧，佢都會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中美嘅鬥爭咧將會係一場持久戰。如果係持久戰嘅話咧，就唔會一路都崩到咁緊，越整越嚴重嘅。佢都係會打打停停嚇，打打彈彈啊，咁啊時鬆時緊嘅。咁如果係喺競選前係張嘅話，競選後咧就會出現遲嘅情況，即係一遲一張啊嘛，文武之道啊嘛嚇。咁所以我認為既然之前係用緊張嘅手段，競選後咧，我認為同中國關係咧就橫掂都唔係一次過解決到問題嘅。咁有啲嘢咧會面對現實。要去大家都仲會一齊生存一個時期啊！咁所以我相信繼續好嘅機會都大嘅。反而拜登上台咧，就代表有變數啦。即係會有行一啲新嘅做法。商場大家都中意穩定嘅，做開咁樣，繼續咁樣就可以喺嘅。預期之內，咁佢哋就可以部署。部署好曬，突然間要變咧，咁就會增加成本同風險嘅。咁所以我自己估計咧，都係商場想特朗普繼續嘅機會多啲，而我一向都認為特朗普勝出嘅機會大啲啊，因為美國而家處境其實唔係咁好咧，就需要找一個強啲嘅總統。呢個強啲嘅總統咧，就特朗普係咪好強咧？嚇，即係起碼佢出術方面咧，應該會起碼識發爛渣啦，係嘛？奇招多啲係嘛？嚇，就我自己覺得咧，就美國人喺選擇嘅時候咧，就會揀一個喺呢個處於不利狀態下要有啲辦法嘅總統。如果係即係太平盛世，邊個人做總統都冇所謂啦。咁呢啲情況下就
揾一個即係人即係《孫子兵法》話兵者詭道也啊嘛，而家同對方要狠喎，要埋牙咯，就要出軌道噶啦嘛。似乎先生對前景都可能相對比較樂觀啦。仲有一個問題問翻浩德啦。之前我知道你私基金咧係個買貨咧個倉位去到可能係八成以下啦。近來有啲咩改變，可唔可以同觀眾 update 下咧？咁啊，最新其實我哋都即係傾向樂觀翻少少嘅逐步。咁當然即係都預咗，其實十月份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多議題咧，突然間咧喺新聞上高咧可能會左右到個股市個情況。不過我諗整體方向上高，第一講嗰個中美關係，希望都好似阿先生咁講，其實會向好啦。另外，其實我諗即係慢慢即係我哋見到越嚟多跡象，其實全球個經濟復甦嘅能力咧，其實係開始比較明顯嘅。咁而喺呢段時間，我覺得即係嗰個喺整體實體經濟開始好翻嘅時間咧，其實個股市個基礎會比以往強翻一啲咯。咁所以我哋自己嘅部署咧，都比以往積極翻少少。似乎兩位嘉賓咧都開始咧係變得樂觀一啲嘅。咁今集嘅節目去到呢度，咁如果大家對私基金有唔同嘅疑問或者興趣嘅話咧，可以嚟我哋嘅網站啦，或者打電話向我哋查詢嘅。咁最後咧，同大家講聲中秋節快樂，我哋下集再見。